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若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即名丈夫，天人师，佛。撕了你这张臭嘴，叫他说话。要不老大也不会下了死命要抓着二人，抓到后老大要亲手将这二人做成人质。刀下留人。老夫谢谢前辈。敢冒剑心的人，看到你假装孤剑仙的样子觉得很有趣。你以前还在天启城做过官，后来被罢官了，为什么？走吧，去于田国。在天启也见过不少和尚，一个个的恨不得用金丝做袈裟，可是于田国的和尚倒是连饭也吃不饱。你懂什么？西域这边的和尚讲究苦行，你要是强迫他们穿漂亮衣裳，人家还要怪错了他们的修行呢。哎，他嘴里念念叨叨的念的是什么呀？总是什么南无阿弥陀佛之类的，和尚除了这些还能念什么呀？是嗡嘛呢呗咪哄。什么师傅你再念一遍。天下佛教虽是一脉相承，却也分不同的宗派。你刚才听到的是六字大明咒，有的佛宗认为这六个字有诸佛无尽的加持与慈悲，念一遍等若诵经千百万遍，可积无上功德。我看了是这些和尚为了偷懒不想念大篇的经文才编出来的吧。佛门奥妙岂是你这小童能懂的？灵君伯庸，不可造次。是灵君，
刚刚传来的消息，他到哪儿了？探子回报，前些日子从美人庄里逃脱，路上还遭遇了西域最凶狠的马贼，不过也依然没有困住他。他制造了一场混乱之后，就不知去向了。若我料的没错，他应该正在来这里的路上。但是，说下去。他却不是一个人。哦，唐莲也在。莫不是被说服了？不是唐莲，是两个少年，一个身着红衣，一个穿着狐裘，暂时还不知道他们的身份。果然不能小看这和尚，我猜到他要来这里，却没想到他竟然在半路找来了帮手。红衣，狐裘，我倒是一下子也想不出什么人来。莫不是雪月城的新弟子？说到雪月城，大监明明已经知会过他们了，为什么还要派我们来？雪月城的人到底还是江湖人，这帮江湖人一个个的心高气傲，听调不听宣。雪月城、无双城，哪一个不是这样？交给他们，大监不放心呐。不过师父，你是怎么料到他会来这里的？哼，他要来这里找一个人。谁啊？方丈有请。一会儿就见到了，起轿。甜的哟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来，我喂你。和尚，你要去这大梵音寺找人？没钱没关系，我萧瑟可以借你，你只要事后加倍奉还就好。当然若没有钱，我委屈一下，秘籍也可以拿来充数。但是你若连路都不认识，那我们也可就没办法了。若我们二人是识路的人，便也不会遇到你了。打架我还可以，识路真的不行啊。没关系，我去问问别人便可。啊，这位施主，请问。西域有32佛国，不同的语言大概也有7-8种，可偏偏你这中原官话，会说的可是少之又少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我要去大梵音寺，跟着这和尚走就好。于田乃是大佛国，几乎百步就有一个寺庙，跟着和尚走就能去你的大梵音寺？哇，海量啊！这于田国的和尚还能喝酒？这一坛酒在我那雪罗山庄，
可这三二两银子，三二两银子，那得卖多少老灶烧啊？找到了。和尚怎么不走了？方丈，如何？左边的和尚练的是定珠降魔神通，有七成功力；右边的和尚练的是破戒刀，有八成功力。中间的和尚好像不会武功。不会武功？法兰尊者，哼，法兰尊者，天启城一别已有十余年未见了。大胆！不妨，法兰尊者不是不敬，只是他不会说话罢了。啊，哑巴？这方丈竟然是哑巴？不可无礼。是。尊者，我来这里想找一个人。我手上有你们于田国国主的手信。尊者，你藏那人也藏了12年了，这一次你藏不住。新一气混元功。尊者不用写了，那个人你藏不住的。12年前，魔教宗主叶鼎之来找你的师尊魔克尊者求问天道之事，任凭叶鼎之如何威胁，剑气如潮，他却只是摇头。佛法先不说，你这摇头倒是有魔克尊者的风范。领军伯庸。是是。我先来会会你们。看到了吗？我用的这叫慈悲剑，慈悲剑尚且杀人，你那破戒刀还要留几分余地？破戒刀刚猛霸道，但极好用。这种如果摆招，这和尚就要立即而死了。师兄，朱家人你要以多欺少吗？让开。好，我让开，我这就让开。和尚，下一次可要打准了，不然人没打着，倒把自己的庙给拆了。布阵。
哼，各位客官，官方微信幕后爆料，神秘设定、高清壁纸等独家福利均已上线，此时扫码关注便可免费领取。哇，高手啊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这是大梵音寺。哎，既然到了，那还不进去？今天这大梵音寺咋的了？这是看好了，这还是人吗？我们来这里本来就是找人，如今人自己已经来了，就不必打了。